今天的硬菜，做这个猪爪子，顺便再做个地瓜花椒。搬不动了，切！哎呀，哎呀！我的妈呀！用不用我来帮忙啊？哎呀妈呀！你整。我操！嗯呐，搬不动。这个掰成啥样？就掰。掰成小块就行。这样的。嗯。不挺简单的吗？那你有劲儿，我这哪有那么大劲儿呢？没有那么费劲，感觉。你看你还使那么大劲，手都嘚瑟。是吗？这样不就就行？这啥织金呢？对，金点。撕成小块。咋整都行，也成小，整成小块就行。这拿刀改不就行了吗？嗯，掰吧，刀改也行。改两片子不就行了吗？这个里面有骨头。哦，这儿有骨头。用上了吗？不要给小黑吧。哎呀妈呀，雕的多好。这还没那啥呢，还冻的呢。把手了，你把那啥劲儿都使出来了。吃奶劲儿。哎呦我去，不行啊，现在虚了，我感觉。哇，这个猪蹄，哎呦喂！这煤球还没有呢，来，这就叼不住。嗯，煤球贼小，你看，叼了就跑，给它就是上外面。出去吧，我给你开门。拧吧拧吧的，这样就行了吧？对，掰成小块了没有？没有啥那啥吧。两面同时开工，这边做这个猪爪，那边做地瓜。看我奶，在那认真的看平板呢。火锅，这得炸两遍吧？我记得。一遍就行。嗯。是哈，这一炸完就少多了。嗯，刚才那么多，一炸完就小多了。放点蒜，行了吧？嗯，这就好了啊。烂乎了，看着想来一口。马上吃饭，一桌的好菜哟，一桌的糖分，胶原蛋白，超级甜，增胖神器，就这个酸菜还能好点。大包子，我的最爱，我爸吃的香，来一
个小猪蹄儿，正宗东北酸菜，蘸上蒜酱，这一口老带劲了。这尝尝老妈做这个挂浆，你吃的好吃吗？妈，还行吧。还行啊。哎呀，又吃得饱饱的，吃了三个包子，不知道这肥能不能减一减呀？最近这下巴又有点出来了。好，我是大雷，今天视频就到这里。如果喜欢我的视频呢，记得点个关注，谢谢。